美国有家婚庆公司，不做策划，不卖婚庆产品，公司估值做到38亿。你是不是很惊讶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家婚庆公司赚钱方式很新颖，专门帮新婚夫妇实现梦想，它就是婚礼选购网站 Zola。 这个婚庆创新模式目前国内还没有，它让新婚夫妇在平台上建立自己的婚礼网站，并列出最希望收到的新婚礼物，宾客呢会自动收到邀请并认领任务，平台提供众筹的方式协助宾客买下礼物，帮新人实现梦想清单。有意思的是，新婚夫妇可以选择礼物寄送时间，避免太早派不上用场，直接打脸高价低频的传统婚嫁行业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玩了一招空手套白狼，他不做商品，直接跟制造商合作，让厂商直接发货到用户手中，而他收取40%的商品费用，20%的体验类服务费用。而且如果宾客赠送的是现金作为礼物时，平台还会收取2.7%的费用，他的合作商成千上万，课程、礼券、房子首付，只要新婚夫妇想要，他都能找到合作商售卖。以婚庆作为切入口，用梦想成真做包装，做起来一个电商大平台，这种方法能不能用在国内市场呢？关注酷盈，了解更多商业思维。